办了一个母爱母亲的表扬，最重要的除了恭喜妈妈以外，也要感谢妈妈们，他们的伟大的一路来都是为家庭的付出。那未来以后呢，其实在整个社会教育里面呢，妈妈扮演的角色是就是一样的。那我也在这边祝普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，包括我在这边。但是呢，更要感谢的是爸爸们，如果没有爸爸，就我们没有当妈妈的幸福，也祝爸爸母亲节快乐，谢谢，我爱你。在这边，一个手一个手，好来来，这是香槟党的表演过，现在是小红点，啊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哦，来来，啊，小蛋奶奶请跳舞，三十一点七，一百三十一点七，好哇，小爱心哈，小爱心，好，好，好，弟弟，看我进来，慢点，再次上，好厉害。